还2014年樱花，当时说句实话，我的心里面翻江倒海，很不是滋味。你签完约以后，就等于就是卖身。那你作为一个签约歌手来说，你太多的意见，老板不听你的。到了一个新环境以后，那完全就变了。樱花现在大家说主唱，很大一部分是他唱，那我就只能是说唱，非常不是个滋味。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还是樱花的领导呢，这几个月一过，你争议你就你得倒过来了，而确实心里面非常非常郁闷。怎么办？我就把我签约之前的三大法宝拿出来了：光头、墨镜、手套。为什么？你想，旁边站个人，整个一大段他在唱，我干嘛？对不对？你得吸引人家呀。光头一剃，灯光一照最亮，眼镜一戴，因为心是虚的，眼镜一戴，墨镜大家是看不到我的眼睛的，大家不知道我看哪。最后感觉就是一种叫没有